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我哪知道，刚进去就变这样了。我看着有困里面。我们本来一块上去的，有不几个熊我们太挤了，就帮我们打下来了。怎么只有电梯停电了？是不是危险了？谁许愿了？气泡在哪儿？梁璐，你干什么？他逼我的。梁璐，你听我说。他逼我的！别过来！梁璐，你疯了，我会出人命的。他活该。他活该！好，好，好。你们的问题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梁璐，你先把电闸拉上去。开门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还好吗？刘波，刘波，你没事吧？你吓我们！都散开，散开，都散开！空气要流通。萧逸来了吗？还没有。西北，接点水。Thank you.